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呃演奏生余昌松，从事声的行业，这个行业呃事业大概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呃，今天很荣幸的受到呃新加坡华业总会的邀请，呃主持呃主讲这个资深细声的的讲座。 希望通过我来这个讲座，让大家对笙呃这个乐器能有进一步的了解，还有进一步的认识。因为毕竟在中国民族乐器里面，笙这个乐器可能是比较冷门的乐器啊。如果以二胡啦、琵琶。 呃，笛子这方面的，呃，可能相对来讲就会比较陌生，呃，可能大家的印象中，这个乐器，这个乐器啊，还是停留在一个典故，也是成语，呃，就是滥竽充数，这个这个典故，呃，滥竽充数。 是有记载在呃《韩非子》里面有一个内《内内储篇》给，给当时是春春秋时代，给有一个诸侯，给他是齐齐国，叫做叫做齐宣王，给齐宣王是很喜喜欢听鱼。OK，等一下我会再重重呃再重新解析一下。 什么叫“鱼”跟“生”之差别？因为现在记载他是“鱼”，啊，给，而且他必须，他是很喜欢乐器，但是他他喜欢，呃，必多就是三百个人啊一起演奏这个这个乐器，所以是属于合合作性的一个庞大蛮庞大的数目，三百个人。呃，当时有一位有,有一位游手好闲的。 呃，叫做南南郭，OK，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叫做南郭。他为了享受，他会享受到宫廷乐师的那个优厚待遇。当时如果是你是宫廷的乐师，待遇是和地位都是蛮高的，所以他就到了齐宣宣王面前吹嘘，就是自己讲自己。 对于这个鱼很厉害，然后演奏，呃，多么厉害，这样？所以齐宣齐宣王也没有详细的，呃，了解，就反正他是有三百个人的这样的这样的数量的，所以就就把他编入他的乐乐乐队里面，呃，这个南郭先先生就在一这个三百个人的这个鱼的乐队里面。 就混日子，因为其实他也他根本是不会吹，就是大家呃演奏的时候，他就在里面呃呃假动作啦、手指比划后往摇头晃脑这类的，就蒙骗过去。呃，过了几年后，宣王去世，给他儿子继位，啊呃儿子这个这个儿子叫做闵王，他继位了，他也是。 很喜欢这个乐器，但是他跟他的呃父亲的先王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喜欢独奏，就是不要庞大的乐队，而只是要一个一呃一个一个要独奏给他听，所以当然是排排着次序，每个人都要要要奏一次给他听。 所以南这个南郭就发现到不，不情况不不妙，因为如果是呃呃 solo 就是单独演奏的话，他根本都没有这个真本事嘛，所以就在当时如果是欺君之罪是杀头罪是很严重的，所以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匆忙的赶快逃逃离。 哦，这个这个记载啊，嗯，是在春秋时代就已经这个记载，所以所以呃，我们从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知道这个鱼这个乐器其实就是笙呢、啊，是蛮蛮早期的乐乐器，而为什么叫有有呃，对于那个笙跟鱼有什么差别呢？给、okay, 相传笙鱼，其实在外形上。 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鱼是比较多黄，就是多多音啊。它的它的竹子比较多，呃，相传在十九到三十六之间的黄片有有每个竹子有一个黄片的，大概三十六个音到十九个音，蛮庞大的。然后而且它的呃音域比较低，比较高。 就是等于比较比较，啊、呃，大大把，而生呢，在外形上其实是一样，只是比较小把。黄素呢比鱼少，只有大概十三黄左右。所以其实生鱼是同一家，然后生跟鱼只在音译上、黄素上的差别，在呃外形上基本上是一样。所以这个从我们这这个。 滥竽充数这个典故还是成语啊？我们了了解到，这个参还是鱼啊，是一个相当古老的乐器，可以可以说是这呃远远古时代的那个那个乐器。当时一个一个诸侯都能能啊、呃、养得起大概三百个人，所以可见当时在统治阶级的统治阶级的这。 这这这个生的笙鱼的地位啊是很高的，是属于宫廷宫廷的乐器，哦。但是随着历史随着历史的演进，呃，我们可以看看得出，呃，慢慢的笙也有起了一些变化，呃，尤其是在唐朝的时候。 唐朝因为武功强盛，啊，很多外族都称称臣，相对来讲就，呃，他的音乐也受到，呃，因为外许多外族的臣服嘛，所以他们也带来他们的音乐，而唐朝是一个比较注重武,武的的那个朝代，所以他们的唐朝的音乐已经接纳了。 很多外族的音乐，啊，所以呃，生可能在这方面就没有像，呃，汉以前的那个那个地位这么高，因为外族的音乐，然、啊、后啊，包括回族啊，啊、呃，匈奴的这些这,这些音乐，啊、呃，都传进，呃，中原来，所以生的地位也逐渐比较，呃，低。 低落，可以做，但是还是保持在宫廷里面。但是，可是到了宋朝，宋朝可以说么是算是一个寂落的国的的朝代了，就是武功啊、呃，并不是比唐朝来讲是已经相当相当极呃弱，甚至到到南宋的时候已经退到退到啊黄河以南，所以生这个义气在在。在 宋朝已经逐渐的黄树也在减，因为你在地位上、你在研究上都不需要什么发展的话，所以自然而然的，呃，那个生的黄树，也就是说他，他我他每个生所拥有的音，它都逐渐的、逐渐的减少，好，呃，甚至到十三个音左右，呃，这个。 都是随着朝代的，呃，不强弱，还有对这个乐器的喜好，而产生的一个呃变化。呃，随着朝代元朝开始，它是一个外族外族统治同呃的的朝代，当然它不可能发展呃汉族这个乐乐器，所以甚至就流慢慢的流落民间。 僧也就开始不在朝廷了，就不在王宫里面了，就流落流落民间，而逐渐的成为呃民间僧僧侣、道士，还是民间的一些婚嫁啊、喜、呃、丧的一些呃庆庆庆典的，还是一些仪式的的乐队里面，就是已经变成。 比较低层次的流落民间一些，呃，黄数急速的下降，啊、哦，呃，所以值得值得讲的一点，这提醒一点，就是在呃清后清朝民国以后，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成立，由于这个这个呃开始非常注重。 民间的，呃，音乐，跟它乐器的发展，所以笙的一地位在，在改革方面就起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呃，中国第一首笙独奏曲，以前笙都是已经留了民间都是，啊，处于伴奏乐器的。OK，呃、啊，第一首，呃、啊，放上舞台的，就是，呃、啊，一九五七年。 在苏联的一个民族青年呃青年世界青年节民族乐器比赛里面，由胡天泉老师演奏的一个《凤凰展翅》，呃，董荣生跟胡老师的作品呃作曲荣获金奖。对、okay,，这个这首曲子可以说是近代呃声曲里面的经典中的经典，因为当时。 呃，是老胡老师是用十七房演奏呃这首曲子，但是很多技巧都在这这个十七房里面发挥的淋漓尽致。另外，让大家也了解一下，生可以讲说是簧片乐器的始祖，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记载，呃，西方的嗯。咳咳呃 口琴呢、啊，手风琴、管风琴和风笛这些黄西方的黄片乐器，都是在元朝有一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中国把这个生这个乐器带到西方，而得得到启示，就是发明的，哦，所以在西方西方里面这些黄片。 乐器刚才我所讲的口，包括口琴啊、手风琴啊这这类管风琴啊，它它所用的簧片震动这些这个这个发音的这个道理啊，其实是呃由马可波罗这位意大利人把这个笙这个乐器带到西方，而得到得到他们的启示而发明的这这这些簧片乐器。但是呃，声跟西方的口琴。 呃，有在虽然是簧片乐器，但是它有有一点差别的地方，就是，呃，口琴有些音是吹才会响，有些音细才会响，所以在在啊演、呃、口琴在演奏啊、呃、那个和弦的时候，有一点极限，有些，所以有些有些和弦是做不到的，有点极限，但是声。 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生的簧片的发音、吹的方向跟吸的方向都能啊、呃、出出音，所以任何和弦只要手指按得到都能演奏，所以这方面的发挥，呃呃，没有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比口琴啊、呃、方便得多。现在我播放呃。 生的造型，呃，让家大家看一下，生的那个造型，呃，比较有一点特别。现在我让你让大家知道，呃，在外形上，生，呃，很像是像孔雀。刚才你看了那个图片，因为大家看的那个图片是，呃，还是凤凰。当然，凤凰是一个一个吉祥鸟，没大家都没看过。孔雀大概就大家比较熟悉啊。 所以呃，你你看身的造型方面，呃，它有两个最长的，然后它有有呃有有再短下来，它主子是是这样的排列。然后我们在捧身的，我们在捧身的时候，呃，两只手这样的啊，在按印的时候，那个动作就好像一个孔雀吧，还是凤凰的翅膀啊？你看在颤动，然后。 这个身斗呢，就好像孔雀的一个体，那个身体就是它的躯干，然后，然后到躯脊，所以整个造型看起来，你看这个是就是它尾巴，两个两个尾羽毛的尾巴，然后这个，啊，所以所以这个身的在在造型上就很像，呃，孔雀是凤凰，所以古时候也有也生，也叫做凤身。 所以这个生有好几个名称，也也叫凤生，然后也也有另外一个称呼，就就是大者哦。刚才我提提到的鱼，就是大者为呃巢，就是巢巢穴的巢啊，鸟鸟巢那个巢，大者为巢，小小小者为鱼，呃，小者为和，而和就和平那个和字，但是巢。 其实就是鱼，和就是生，啊，就另另外的称，呃，这个简简称，因为生的名字有有好几个，在根根据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好几个称呼。然后，呃，生的造型，如果如果真正，呃，讲究，讲究呃它的排列，呃，可以这么讲，它有所谓的三王五帝。什么叫三王五帝？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这这边有三三个竹节是对齐的，然后这个我们叫代表了三王，然后这边是五根节五个五个竹子竹子是对齐的，一二三四五，好，这三王五帝。什么叫三王五帝？如果你你你考察一下三王五帝，就是、其实三王五帝就是代表中国远古时代的，啊、呃，三个比较出名的。 就是包括，呃，天天王氏、帝王氏和人王氏，五帝呢就包括尧顺、舜、哦，和早，古代的那个部落很出名的，呃，部落领袖，啊、哦，所以这个乐器在在造型上就已经告诉你，这个有生的出处,处，当时有所谓的三王五帝，啊、哦，就是，呃，另外一个它的造型也是因为是。 在远古时代的封建社会里面，他们是比较注注重等阶级，所以，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最高的两根，呃，可以可以说是呃就是皇帝和王后啊，是这接下来矮一截的，就是啊，就是他的王啊王，呃，王后呃，这个统治者的的进程，啊，包括宰相这类啊，然后。 然后又在臣子到最下面的这个就，就这些就属于平民百姓。所以整个造型来讲，它其实是已经有分它的阶级啊。所以这个是其实讲讲的追根究底，它其实一个是属于统治阶级，当时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这这这个这个造型的。好，所以让大家多多了解一下，为什么生意要有这个造型。 啊，有有所谓三王五帝，还有节节的啊，不同的节的高低，就代表不同的地位。o、okay,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我们看一下那个生的部位的图片啊，呃，图片，然、啊、后包括呃，生生竹子，OK，这个生，因为因为这个是任何一根就是一个竹竹子嘛，对？ 啊，这个就是这个叫生阴苗啊，还是生竹子？OK 啊，然后就是这个扣扣住这些竹子的的枯枯，然后就是深斗，然后就是深斗，给、okay, 深斗。 所以每个竹子之间有有也有各部那个各部位的名称哦，让你大家再详细看一下。这个竹子它后面有一个一个孔、哦，我们叫做音窗，也叫做凤眼，啊、哦，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呢，我们叫身脚，一个小孔，我们叫暗音孔，然后还有一个簧片，簧片就是震动的时候它发出声音，要配合。 它后这个音柱，而产生一个音，所以这个声就是几个部位啊，大家有所认识，阴啊、呃，竹苗啊，生苗，还有枯子啊，然后生斗，但是每一个苗里面都有包含多一个黄片，包含一个黄片，所以呃。 整个声的造型、名称它也也流留，呃，就是它的啊、呃、来源。这个乐器，呃的简单的历史，刚才我都介绍了，就是呃呃，让大家有有对这个声有一定的有那个在，在在它的历史和各个部位方面，我们做一点呃解析。所以大概应该呃，现在大家。 比较清楚这个这个乐器的造型、名称跟它的啊内部一些构造。笙呃，大家对笙这个乐器可能呃只是认为只是说大概呃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笙，但是其实我要让大家了解到，笙这个乐器其实是一个、呃、相当庞大的家族，呃，基本上。 我们可以分成三大类，呃，的的声，一种就是原始声，一种是传统声，第三类是现代声，啊也叫做改革声，呃，现在我让我播放一段录音，呃，这个录音是在呃新加坡，Esplanade 呃这个滨海滨海艺术中心的楼斯。 楼上有一个音乐啊，图书馆里面，当时呃、啊，就是一个 display 啊，呃、啊，大家看看一下这个录影，呃、啊，里面就包含了这这三组的声。 啊，大家看完这个呃 video，呃，就是这个录影，呃，让我再比较详细的讲第一组，第一组乐器叫做原始声。什么叫原始声呢？这个原始声就是比呃比较它的黄素比较少，而且所采用的材料就是比较简单啊、呃，包括用很原始的的材料。 啊，葫芦啊，啊，它的身斗都用葫芦，还是芦竹比较薄的竹竹子，呃、啊，然后黄素黄素比较少，就是它它所能控制的音比较少，然后簧片基本上都是用竹子做的，现在我们现在所用的生呃呃，多数是用铜铜的啊簧、呃、片，但是原始笙还是保留着很。 很原始的材料，就是它的簧片并不是用铜的，是用那个竹子。嗯、呃，在我的，啊，让我看一一的介绍，在我这边，呃，有两把，这两把，呃，就这个是在马来西亚的葫芦笙，沙巴州，马来西亚沙巴州的这个葫芦笙，一把是比较大大大。大 啊，一般是比较小的，这个是 D 调，这个 G 调，呃，沙巴州，呃，马来西亚的东马，OK，马来西亚有分东马、西马，东马有两个州，其中一个州是叫沙巴州，它的它的少数民族叫做卡达山，啊、呃，卡达山这这个民族里面，他们有用到这个这个这个乐器，吹奏乐器叫做双波洞，啊、呃，当地人称称为双波洞，其实就是一个葫芦笙。 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葫芦，还有芦竹，总共才嗯八个音。呃、哦，它的演奏方，词词声的方法有一点不一样啊、哦，有两种磁声，这个是其中一种。声音它也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声音还是很很柔和的。哦，它这个很很柔和的。 这很跟我们的声的比较方面，呃，声音比较柔和。OK，这个这个比较大把的一个小把，另外这把比较长的，总共只有只有六个音。啊、呃，这个这个是也是马来西亚的东马的另外一个州，就是沙捞越州。沙捞越州他们的少数民族。 就叫一一般啊，一般人，呃、啊，也就是藏务的里面的那个少数民族，呃，一般人，他们用的葫芦也是葫芦做的身基本上是材料是一样，只是它的排列不不一样。它它是这样这样吹的，是倒倒着吹的，不是不是拿上来，是倒着這,这样吹。所以总共才六六个音，也竹子，它簧片也是竹子，啊竹呃也是竹子做的。 <coughs> 另外，在过去一点看到的這，这这个小小根的这这个呢，就是呃呃中国少数民族呃的一面，呃云南呃拉祜族啊、呃、拉祜族的呃葫芦笙，也是葫芦，也是也是呃那个比较普。 没有啊，那个芦芦竹很薄的，然后它的咳咳它的演演奏方法有一点特别的，就是它上面是暗孔，下面也可以堵住孔，然后如果是离开的孔，可以得到另外一个音，呃、啊，啊，像这样的，它如果堵住堵住了是一个音。 然后它按下面的话是会产生另外一个音，啊、哦，所以这个 <coughs> 这个乐器也是比较音量上也是比较弱，呃，比较柔和。相传是拉祜族就是用这个鲁葫芦声来，呃，男男男男女恋爱的时候谈情说爱用这个葫葫芦声来来表达啊。呃 要表达的之，他们的之间的啊爱情啊，就用用这这个乐器。因为这个是小字的芦笙啊，小字芦笙啊。然后你如果是你有去过泰国的话，也有泰国泰国的的排笙啊，就基基本上它是是这样，手手拿多样吹着。 这个是，这个比较于比较偏，比较简单的，就只有只有啊，呃、啊，十二个音，还有大架的就比较多，那、啊、也是基本上吹起来是这样的，好像泰国人很喜欢，啊，这个心里是白将、啊，有一点类似，啊，这个、这个这个乐器我们叫泰国排声，然后最右边的这台，这把是呃。啊 广西啊，广西省也有个少数民族、就是，就侗族，啊，壮族嘛、啊。啊，壮壮族里面，他们用的芦笙，这个也是一个属于很原始的。你看那，它的都是很原始的木头，啊，然后，然后它的矿音筒啊，也是竹子，也是芦竹，啊，所以总共也只有九个音。这这个广西壮族壮族的，就是刘三刘三姐。 里面这个他们都是一属于壮族的，然后这个这个芦神就是民间的，很民间的，所以这个这一组可以这么讲，都是，呃，我我所讲的就是原始声，啊，你看到它的黄素基本上在在八个音以下，还、啊、是九个音左右，好、啊，甚至六个音，然后它所用的材料都是很简单，啊，呃。 包括它的身斗都用葫芦的，哦，它的簧片多数是都是用呃竹竹子，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第一类。现在让我呃比较详细的呃解析一下第二组的身，呃传统身，传统身可以其实可以，里面还可以再分呃少数民族的。 芦笙，呃，包括泰国排笙，还有汉族，汉族笙里面又有分成方斗的笙，还有圆斗的笙。给、okay, 当然传统笙比原始笙在黄素上还有它的材料有有些变化。给、okay, 传统笙基本上现在呃都用。 多用黄铜的黄片，然后，呃，最少都是用木斗，甚至发展到改用铜的斗，竹竹子也比用的比较好的竹子，包括，呃，紫竹啦、啊，和斑竹这类，呃，甚至比较好的那个。 那个香妃竹的这这类的东西，所以我，我我们让我们看一下，呃，说一一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传统参里面里面的变化。呃，首先大家看一下，最早的传统参是这一台，这台呃参，这个是所谓的丝竹参。 就是常用，当年早期常常用在江南丝竹啊，呃，江南丝竹是一个叶种啊，呃，里面，呃，所用的参，呃，它是木斗的，然后它只有十七十七个十七个簧片，竹子也也相对来讲比较比较比较细啊，呃，是属于圆斗的圆斗的，后来慢慢也。 有一些改良，就是像这样的苏州，苏州他们改良过这个声，就为了使到它音量更更更大声，所以它有加矿音同，但是它是差同式的，然后它已经变成铜的声斗，所以这个是一个两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木斗变铜斗，然后还加宽音啊，但但是它是差同式的。另外这这一台。 也是属于传统声，但是它的它的它差别在于它的矿铜矿音铜是侧管，不是刚才那那一台的是差管，这个是侧管，所以它的矿音的铜也也也也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呃、啊、开始黄片上黄树上也增加，从十七根变到二十一根，这个是圆斗声里面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好、哦，呃，包括不同的吊，呃，不同的吊，它，它，呃，都是已经慢慢进化到全部是铜的升斗，然后都在二十一环左右。好、哦，从最基本的十七环，给十七环，没有矿音，到有矿音二十多根，所以这这这个是属于圆圆斗汉珠里面圆斗升。 呃，的一个进化。那我在我的左左啊、呃、右手边，也有另外一种啊、呃、汉族的声，就是它的声斗是方形的啊。比如说这台，这个是方形的，方形的斗，不是圆形的啊。这这个是传统呃方方笙啊，只有十四个音。这这个是比较。 呃，常用在于河南戏曲就是附近呃，乌乌剧里面，哦，呃，河南戏可以这么讲，他们的民间的伴奏，呃，的主要的曲管乐器只有十个管，后来方斗也也有开始起作变化，升斗从木斗变成改良至铜铜的斗，然后。 变成二十一个音，然在传统声里面，方方哆到二十一个音。然后，芦笙也是起做一些变化，就是少数民族的芦笙。其实，在芦笙系列里面，还是有分的。呃，广西壮族、贵州啊、哦、苗族啊、哦，所以它几个几个啊。 啊、呃，还有云南的啊，几个少数民族，它的它的炉身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这个我我现在展示的这个是贵州的传统十五黄，哦、啊，刚才看你看到的是一个九九个黄片的九黄的呃广西壮族的炉身，就是比较原始。这个已经是属于比较多黄而且呃木斗，而且它的有矿烟是。 是比较声音比较洪亮一点，呃呃，黄数也比较多啊十五黄现在已经有发展到十八到十五啊，这个芦笙在少数民族，他们也是从从最原始生、啊、呃进入呃传统的那个呃芦笙，啊，这个是属于贵州的。另外一个，我再特别介绍一个，这这台笙呢，叫做日本笙。 这台呃，其实在日本他们叫做雅乐生，声也就呃日本他们称为奏。这个这个雅乐是他们呃日本宫廷的一个一个一个乐种，可以就是说比较比较比较古老的那个，他们流传下来、保留下来的一个一个很很古典的，然很典雅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演奏形式。他用的乐器都是。 相传都是比较仿唐，呃，它是属于短嘴，后、呃、也是属于木头，然后，呃，竹子是很细，十十十七个音，哦、呃，这个也是属于日本的一个传传统声，我们我们称它传统声，其实它是它是叫嗦啦，就是牙乐里面的声，哦、呃，牙乐这这这个也是呃很特别的一个，呃在。 在传统声的一一个一个乐器，所以啊、呃，接下来我我们再看看一下，我再介绍一下，呃，另外一组，呃，声，也叫做也叫做现代声，或是做改革声。这个改革声跟呃呃或是叫现代声的话，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它的黄素更更多。 而且它全把音，体型上比较大，甚至音量都比较大。给、okay, 呃，让我们呃得看看这个乐器，让一一介绍。现在你们看到的呃，就是我摆放出来的有，有主要有三种现代声，在在我的左手边这这一台。 这台呃，也是应该是呃圆的，但是它它有暗它有暗孔，然后有加键啊，呃，属于现代声的一种。这个是这个声是由中啊、呃、中国音乐学院声教授张德良先生所发明的啊，就是他的因为啊他。 他所创作的、创造创造出来的这个声有三十六个音，全半音哦，而且它都有矿音，矿音都是用铜斗，然后它配合一个一个短的身躯，曲腿这样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小架子放在腿上，因为它这个相对来讲，这个这个声的重量已经没有办法负荷啊、呃、手的。 那个力力量没办法负荷，所以都是放在腿上演奏，所以这个属于现代声的一种。另外这个就会大家就会比较熟悉的，也是属于现代声，就是方的方斗，你看到了，刚才是圆斗，这个是方斗，这个这个三十六簧声。 方形斗，它是有一个长嘴，而且重量也是手不能扶的，所以它必须得放在腿上，啊呃全呃已经没有按音孔了，是全用键子来控制那个音的，是都是,、就是按键。呃，这个乐器，呃中央民族乐团前呃前身首席张志良先生呃，那呃不是黄慧忠先生他们所。 发明的这个这个乐器，现在比较比较流行哦，呃，这这种现代声，就是说现代民族管弦乐团里面高音声的声部，都是用用这一个呃比较多啊、呃，就是比较流行啊、呃，这个是方方斗建身。另外这台这台相比。 传统声来讲，应该是比较大、大家，而且它你可以看得出它比较复杂的就是，它这这台声有键子也有暗空，这台声呃重量手指还是能负荷。好、哦，你看我拿在手，呃，这个这个属于第三类的现代声，因为它。 在体制上，因为基基本因为还是按照传统传统上的排列，但是它增加了一些低音低音键，还有一些半音，所以它也它也有三十七个音，啊，所以全半音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呃，重量上可以讲是比比前这两把轻的多，你看一只手拿着，但是相对来讲指法就比 这两台山困难的多，因为，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呃不顺序的，因为安排，啊、哦，你可以听听，从最低音，半音、嗯。 到最最低音的呃呃高音谱表下加二线的 G，到上加四线的 V，所以它、啊、它也是半音呃全的一个现代现代声，虽然在重量上比较轻，啊，所以我们也在归类于啊、呃、叫做现代声。接下来呃。 呃，我会播放一些呃传统声、芦声啊，包括那个芦声。给芦笙这个卢笙，这个、这个、这把我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卢笙已经是啊、呃、属于改改良的声，就是它已经到二十一环，而且它它呃已经就是说铜铜啊，它的矿音是铜的。 不是阻子的，然后音量上相对来讲就比较大声，啊，已经，哦，这样的声音，所以，所以它音量上相对来讲，但是如果说你它还有这个设置，就是把那个矿音筒抬高的话，它就回到那个比较传传统的声的音,音色，比较比较清晰。 好，如果、oh, 啊、你看音量的差别，套上宽音筒，啊，所以所以这个声的其实也是比比较现代的的的安排了，就是说它它有一些宽音的设置，啊，可以开跟关，啊，而且黄素也是比较多，虽然它还没有半音化，但是它基本上已经有二十一个音了，二十一个，呃、啊，我我现在播放那个。 一首曲子，可能大家比较少听过的传统声，叫做《春回林场》。呃，这首曲子是由中国广播曲艺团的一位声演奏家，叫做翟建斌老师，他他所创作的呃的一首曲子。呃，我我演奏啊、呃，让这个录音让大家呃欣赏一下。呃，这曲子。 用用到一些技巧，就是模仿句子，记那个数目的哈，呃、啊，呃、啊啊、的的一些场景。 thank you 听听我演奏的一首传统芦笙啊，诶，一般上现在我听到海外很多呃吹芦笙的演奏都是用呃喜迎火车啊进铜像这这首曲，但是我我让让我再介绍这首呃芦笙曲比较比较比较少人演奏，就是苗寨欢舞啊，这个是黄辉忠老师呃。 中央民族乐团声首席黄辉忠老师的一首创作曲由我演奏，呃，苗寨欢舞哦，它这个这首曲子是比较比较原始、道地的那个啊传统苗族的一些曲调，苗苗寨欢舞。 接下来再听一小段的《喜迎火车进山寨》。这个这首芦笙曲，我只播放片段，呃，你可以听得听得到。这个用芦笙来模仿火车声和火车的鸣笛声、呃，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大家比较喜喜欢的一个曲子。 听完了火车，行火车进山寨。我我在播放另外一首广西壮族的一首就芦笙曲，叫做《拉山号子》。拉山号子，号子呢就是纤夫啊，把那个船利利用两岸的纤夫拉着那个船、呃，逆流而上，所以他们需要一个。 喊喊的动作啊，就是耗子的动作，所以在曲子里面有一些安排，有一些喊的喊叫声，啊、呃，这个是属于比较比较呃欢快的曲子啊。然后第二段它是比较描写一个萤火会的,的形式，这个是拉上号子，大家听听。嗯